星是最近 MeToo 运动中第一位出来痛诉受害的女星。她在6月14日发文控诉10年前曾经遭到许杰辉性骚扰，并在发文中提到，当时小贤跳出来替她解围。而后随着 MeToo 运动越演越烈，大牙也在日前控诉黑人，没想到贴文发布后却遭到黑人和范范提出民事告诉。不过她一如往常持续生活，也持续在网上更新近况，并感动在内文中写下，谢谢你们给我的正能量，很久没有吃这么多这么开心。同时还在贴文中 tag 一起聚会的小贤、黄云星以及森森。同框的画面曝光后，网友也纷纷替他们加油打气，表示这么阳光就不用怕黑啦，大家都会陪着他们的。you